大家好，这里是天阳玄机啊。这期呢，给大家分享最强首相排行榜 TOP 20前八位。第一名呢是三奇文啊，三奇文是命运线、太阳线和财运线在手掌中央啊，捆绑在一起，形成一条像靶子一样的纹路啊，是极其罕见的纹路组合啊，也被誉为是能掌控天下的首相啊。其中很多以命运线为中心的，也有一些是以太阳线为中心的。它是最强的线路组合啊，是影响一个人的成功、财运和财富的三条线的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那么你做任何事情都会不遗余力的顽强工作，所以会获得大成功啊，大笔的金钱和幸福。有这个坚强的精神力和毅力、自信，在这个广泛的领域啊，都拥有出色的天赋和能力啊，你的财富和成功呢会得到极大的提升。第二个呢是希望纹了、这个希望纹呢是从生命线的起点呢延伸到中指方向的这个上升线呢。那么这个上升线呢是非常少见的，也是最强的首相特点之一啊。那么这个纹路呢是常见于社会成功人士啊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，则表示迄今为止所积累的辛劳啊将会出现硕果，将会有大笔的财富降临到你身上啊。据说呢有很强的饥饿感，做任何事情都会不遗余力啊，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啊而努力奋斗啊，有能力从低谷靠自己爬上去，不依赖任何人啊，也将有机会取得质的飞跃啊，这个财运也会明显的增加，所以这好运会带来很多钱财啊。据说呢有能力啊凌驾于他人之上啊，有很高的这种明星潜质和魅力。第三个呢是断掌啊，断掌是横跨整个掌面的纹路啊，是将脑线和感情线合二为一形成的这种横跨掌面的纹路啊，这是断掌。断掌据说也是一种掌管天下的这种纹路啊，非常吉祥的符号，而且呢以干净清晰少杂纹干扰为佳。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，那表示呢运气非常不错，而且呢拥有这个领导能力和个人魅力啊。但是呢往往会被视为一个古怪的或者顽固的人呢，善于领导他人，并且能够展现出自己的领导才能啊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可能是这个无法在其他人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啊，就是不屈于人下啊，有一定的领导魅力，能够吸引人，并且善于沟通，通常具有出色的专注力和毅力。第四个呢是幸运的 M 字纹啊 ，M 字纹呢是指啊事业线和三大主线相互组合形成 M 字纹啊。那么这四条线呢越清晰，幸福感就越高啊，被称为幸运的 M 字纹啊。当它出现的时候呢，在情绪、财富、大脑、健康等诸多方面会带来好运啊。这种好运呢，往往会带来金钱，带来丰富而充实的生活。很多人呢生性温和。理想跟现实平衡得很好啊，能够跟一切和谐相处，有很强的实现愿望的能力，所付出的努力呢将会得到稳定的回报啊。从中年开始啊，运势会更上一层楼，也是健康运也会增加啊，并且呢这也是一种典型的晚成的首相特点。第五个呢是幸运的福至啊，这个福至呢是指那些无意识的自然的握住双手，并且可以在隐藏的地方有一颗至的人。那么这个隐藏的位置啊，几乎是在手心明堂手掌中间的位置啊，越往中间是越吉祥。但如果是你刻意的去隐藏的位置啊，有一颗痣啊，并不是一个好的痣啊。另外呢，如果是碰到了命运线、智慧线和生命线等一些掌纹经过这个纹路这个位置的话，那么这个意义也会减弱啊，不再是福痣了。如果是这个痣啊出现在这个比较隐藏的位置啊，相当于这个财神爷出现了，你的财运将会大大增加啊，就会抢到很多钱财，运气也会大幅提升啊。那么同时呢，它也会吸引各种好运的到来啊。如果是有光泽的活痣的话，那么这个含义会更加的加强。第六个呢是命运线又长又粗的人啊，那么又长又粗的人呢、当他从这个手腕附近开始延伸到中指根部附近的时候，他就很长了啊。根据，但是有些人呢，命运线根本就不会出现，因此呢，这种又深又长的命运线是很少见的。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啊，有很强的独立意识，并且呢，这个做事主动积极啊，运气好的话，可以在自己坚信的道路上啊，义无反顾的勇往直前啊。那么他对外的承诺和价值观呢、几乎从未动摇，受到人们的信任，很有诚信啊。如果是他延伸到食指根部，也就是尾端在食指根部巽宫的位置，那么则表示有强烈的上进心和权力欲啊，并且呢善于站在别人之上。
如果是长在无名指根部附近，也就是太阳丘附近，则表示呢有爱心，很受欢迎啊，会获得巨大的成功。如果是起自于生命线的嘛，那么是在父母或者家人的帮助下才可以获得成功。第七个呢是财运线很深刻啊，财运线很深的人呢，他不是那种水星丘的那种钱财树纹呐、那种很多条的比较浅的那种啊，财运线呢，它是指其他地方啊，任何地方延伸到水星丘的这种很长的一条线，那么它可能是从命运线延伸出来的，也可能是从生命线延伸出来的啊，很长的一条线往水星丘小指下方水星丘，这是财运线很深啊。如果是这条线出现并且很深，表示你的财运会更加的强劲啊，而且呢会迅速的提升，对金钱呢有很强的执着能力，而且呢有出色的理财能力，对金钱比较敏感，能够很理性的使用钱财啊，很少浪费。那么由于对金钱有敏锐的直觉啊，因此呢也具有商业头脑，并且有望在某个业务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啊。财运线越深呢，那这种寓意就越强烈。第八个呢是很长的太阳线，太阳线是在太阳丘上面啊，无名指下方太阳丘的位置往下垂直的一条线啊，通常是很短很细，但是有的人呢特别的长，延伸到脑线，超过了脑线啊。如果有这么长的一条太阳线，则表示啊好运、成功、人气啊钱财方面都会有增加，一切进展得很顺利，很多方面都能够带来好的运势啊，而且呢心态也阳光积极。那么通常呢在钱财上是没有什么烦恼的，而且呢才华也会得到绽放啊。如果太阳线又长又直，延伸到手腕线啊，基本上到了这个手腕根部啊，那么财运会更加的旺盛啊，你将在前半生就取得了成功啊。如果太阳线延伸到大拇指的根部啊，大拇指的根部，那则表示会在父母的支持下取得巨大成功。